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 BBC。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在讲这个男童。那这个男童他有一个罕见疾病，他的皮肤就很脆弱，一直脱了，一直脱了，到后来还有百分之八十的皮肤都已经腐烂溃烂了。然后曾经用父亲的皮肤来移植，但发现呢会有抗拒性，所以也没有办法。那本来都已经要安宁治疗，让他就是安乐这样死的时候呢，诶，医疗团队又找到另外一个医疗团队。 他们呢就用男童的这一个健康的皮肤呢，拿去做基因改造，改造之后再把那个皮肤做培养，然后一片一片的贴到男童身上，结果没有抗药性，因为毕竟呢男童自己的皮肤嘛。然后呢，现在就比较担心说以后会不会增加皮肤癌的这个几率，但是呢，至少他不用死，他可以活，他可以一直活得很久下去。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 BBC 音档吧。 After much fevered speculation,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ecretary Priti Patel has resigned over her undisclosed meetings with Israeli politicians when number 10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more details and that she had been less than candid then at that point the political support for her in number 10 downing street began to drain away she's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british cabinet to leave in a wee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bringing in new restrictions on us citizens visiting cuba another day of demonstrations across catalonia in defiance of the spanish government's reaction to its independence movement i think that catalonia have to decide the referendum not spain spain don't have anything to say

在很多的猜测之后呢，这个英国的国际的发展的部长 P P 呢，他已经 resign，他已经退辞职了。那 over 因为什么社辞职？在什么议题上？因为这样的辞职，他的 disclosed 是就是揭开嘛，undisclosed 就是并没有揭开的未公开的一些 meetings 跟谁的 meetings 呢？跟那个以色列的政治人物，就是他私底下秘密跟以色列政治人物可以见面嘛？他讲话并没有经过首相的认可，所以这样是违反行政程序的。所以他因为没有公开，所以他就被迫而辞职了。 那为 number、no. ten，当第十号发现说，找出说那边有更多的资料。那第十号是什么？是他住家的一个，就是意思啊。这个地方之后再解释。然后呢，that she has had been 就是他已经呢，已经 been 就是 be 动词嘛，已经成为怎样？less than 就是不够的意思嘛？不够怎样？candid 是什么？坦率。就是说找出那些细节，就发现啊，原来他并不是那么坦率。所以他说自己都没有什么，都都没有跟以色列见面。其实他没有那么坦率。其实他有，他说谎。 然后呢？Then at the point 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 political support 政治的支持 for her 对她的政治的支持在哪里？对她的支持呢？At 在第十号的 d o i n g Street，这什么意思呢？唐宁街十号，就首相官邸，就是来自首相的支持，怎样呢？开始去 drain away，开始去被抽离的。就是、说哎，首相开始不支持他，因为会发现哇，原来都骗人哇，我不要支持你哈、哦，西瓜挖短饼嘛，对不对？就开始首相就不支持他了。然后他是呢第二个成员什么的，第二个成员呢？ 英国的内阁的第二个成员去离开，在这个礼拜这也就这个礼拜已经有两个英国成员离开，上一个是因为性骚扰一个男生离开，这一次又是因为他，因为他就是偷偷秘密会面，所以他也离开了。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头条。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头条。那这个川普的 administration，这行政团队呢，is bringing in，就是带进来，把什么带进来？新的 restriction，新的就是呃新的规范呢带进来了。 那这个规范是对谁身上，在谁身上的规范呢？美国的市民们 visiting Cuba，就是在去拜访古巴的那些市民们做了一些规范，就是说你们不可以接近那些某些国营企业，因为那些国营企业之前都是共产党国营企业，所以你不能跟他们接近，就是这是转折性的规范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新闻。好，看下一个。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头条。那另外一天什么呢？Of demonstrations 这这个就是抗争抗议。那 across Catalonia 就是 across 就是穿越，就是说诶。欸 漫步的整个加泰隆尼亚、啊，就之前想要炒多的地方嘛，现在又一大堆人在那个抗议要独立了嘛，那就是另外一天了，就是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一直抗议了。In defiance of def 这个是一个片语的，但是 defiance 是名词，是对抗、对立。就是他们去游行是对立什么？对抗这个西班牙的政府的那个 reaction 反应。 对什么的反应？对他的，他的就是加泰隆尼亚的独立的行动，因为加泰人尼亚自己要独立嘛，然后西班牙政府就诶、欸、不准独立，所以他们人民又又再一次出来抗议，街头上抗议说，哎、欸、你为什么不让我独立这样子？那我想呢，加泰隆尼亚 have to decide，必须要去决定这个公投 referendum 是公投，不是西班牙，西班牙没有任何 anything to say，就是说西班牙其实不能说任何，因为这个独立公投就是我们加泰隆尼亚去决定的，不是西班牙决定的，就是这句话意思。好，那我们看下一。 好，来看最后一个头条啦。Now and pioneering，我不知道 pioneer 是呃先驱者嘛？那这个就是有先驱者般的一个手术去拯救一个小孩。那 who is suffering 就是这个小孩正在怎么样？就是解释这个小孩是正在 suffering，就是痛苦，就是忍受、忍耐着。从什么地方忍耐呢？从一个罕见的 condition，罕见的状况，就一个罕见疾病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在 suffer 一个罕见的疾病。 那现在有一个展现手术，创新的手术就拯救了他。那 which 这个症状呢？就是他的什么症状呢？这个症状 leaves 这边是指就是留下、剩下，就是带给他 the skin，让他的就皮肤呢 as、啊、fragile，fragile 就是脆弱，像玻璃易碎品，你看到那个包装都会写着 fragile 这个字。那就是像什么样脆弱？像 butterfly 就是呃就是蝴蝶的翅膀一样的脆弱。那这是他妈妈讲的吧？我猜的。I got 我得到了什么 goosebumps？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鸡皮疙瘩，那 goose 是什么？就是鹅，所以它不叫鸡皮疙，叫鹅皮疙瘩。那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鸡皮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一个 massive 巨大的一个 advance，巨大的要进，巨大的成就，巨大的先进，在 research，在研究方面巨大的成功。当然了，因为这个手术之前没有人做过嘛，现在又做過成功了。这就是今天的，就是一开始开幕的时候讲的那个头条了。那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啊，那就大家明天见了、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留言。像之前有人说，我有些地方讲的不好，有些地方讲错，有些字讲错，太好，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在互相学习。那就是就这样，大家晚安。